咁家人聽咗阿 Doctor 你嘅節目之後咧，就理性咗去睇啲問題，咁連屋企都少咗爭拗。咁你大交就話你睇唔通問題嘅，係嘛？如果你睇問題通啲嘅，佢就冇咁執著噶啦。哇！原來睇問題唔係話一個層面咁簡單喎，原來好似嗰啲九紫蓮環咁一層一層喎，咁多變化。咁佢咪虛心咗咯？虛心咗就自己唔識嘢。我都話你人係識好少嘢啊嘛，生老病死，你有老你又唔知點解要老，病你又唔知點解要病，係咪啊？死又更加唔敢人添啦。點死？咁你即係搞咩咧？咁大件事都唔明，係嘛？係，所以係無知噶嘛？你以為自己知好多嘢咩？上網就係無知噶，最重要嗰樣嘢你都唔知嘛。因為你完全不敢去想像話人是可以不老的，這個已經是很大挑戰。老知不知道？是因為個世俗一出世就感覺人老就應該的，或者送殯人死又好像應該的，病又應該的，你都不敢去挑戰，有沒有人給個勇氣去挑戰？